是前段时间刚创作的一首歌，歌的名字叫沉香，希望你们这项目就开始，咱们都坐下。你看这就都乱套。一会儿啊，我再强调，主持人准备最后结尾以后的最后一个挥完手，咱再拿衣服。观众别再走了，对主持人和演员的一个尊重，快点，观众不要再这么走了，是不是，好不好？时间大概拉了有15分钟，突然间有一个孩子就站起来了，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他去了那么长时间，怎么还没把那把琴锯开啊？”我去，给你受罪了。是，但是我估计这孩子看了这个说：“这够快，太受罪了。”但是够快的苦练啊。没错啊，刚才我们打个比方说，如果说郭思妍的这个叫音乐加速器，是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是什么呢？是世界上最富人才碎纸机，而且。对，我听说了，非常的低碳环保，很符合现在的发展潮流啊！我们来欢迎带来这个碎纸机的这位朋友，好不好？意大利的朋友，我们有请 Cosimo Ferrucci。这就是他的碎纸机吗？这是不是这个，这是行李啊。我们可以打开看一眼吗？他从意大利带来送给现场观众的新年礼物。Okay. 好，我们来看看。哎，哇，你说啊，收了，什么？不是，这是意大利的黄页的电话本儿，这是意大利黄页的电话本啊。哎，张总，这不是。他说，因为他有一项特殊的技能，可以用这个电话本来展示给大家。哦，原来不是真的送给我的哈，不说实在送给我的也没用啊。而且好像还是过期的。他有一特殊技能，你又介绍他是一环保碎纸机，该不是卷成卷了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一会儿咣咣就出来了。碎纸机吗？不要说这么形象好不好？那是怎么碎纸机？难道是用牙来怎么碎？他怎么把这种碎的？就是这样上？从那一下都是在下来过去。哎，我们那边说，你上木哥过去了，那我们也是，也是三把的。然后这个需要有很强的舵，它需要从这个梳洗的地方直接把这个梳洗。从梳洗的地方把梳给撕碎？就是说不是这样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普通人能行吗？我先同学阿姨，您要试啊？真的吗，阿姨？阿姨，您太猛了，您。我别说了。我看着阿姨像天才童姥哎。阿姨，您就在这儿，您就在这儿。来，就是从这纸背撕啊！啊，不，不是撕，不是这么，从这书籍上撕啊！别撕。别伤了，是伤了咱赔不起。阿
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阿姨表演。阿姨表演的是怎么把这杂志给揉皱了？好，谢谢阿姨。哎，我这个阿姨真的很有名气啊。但是我想让那边小伙子试一下。哎，那边就是很多年轻小伙子。那边很多年轻小伙子，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。平时喜欢体育锻炼吗？不喜欢哈，手臂应该还可以吧？那行吧。好，来，给你，加油啊！预备，一、二、走。Non possiamo lasciare telefoni a questo bravo ragazzo. Allora, loro hanno chiesto come mai hanno pensato di sbracciare questo evento telefonico. È proprio perché hanno mai trovato il telefono giusto, quindi è arrabbiata. Loro in piani tutti sono buono. Hanno anche io la che io con la giornata in giro. Non lo fanno come una ragazza. 所以看你不高兴就撕了，好。那也是贱人，不受气劲才能撕得开，好好的能撕开吗？是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真的，刚才我们都有人试过，已经绝对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他的原记录是多少呢？2分钟之内撕开32本。大家听清了吗？2分钟32本啊，这多大气量生的！太厉害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现场来见识一下这个神奇的功夫——碎纸机啊，扔皮碎纸机。对，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项记录的规则，刀具，上刀具。各位需求要同学们，来，刚才的我们一周警司总队人员他已经检查过了，目前我们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所有的电话本是33本，我们本来它就是破纪录的，还有一本在这小伙子手里啊。破纪录的原记录是32本，原记录是32本。对，刚才。小朱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，说原来我现在他就是医院普通的工人，是吧？他跟我聊，说他就是在废旧汽车回收厂工作。所以这项神奇的记录就是从一个普通人手里诞生的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一起来见证一下原来的记录，再跟大家来重复一遍：2分钟内32本，而我们现在这边是33本电话本。今天能不能刷新自己的记录呢？我们一起来见证。好 ，Let's all turn back down, OK。啊，开始嘞！发现两根 ，three, two, one, go。
Va bene, dorme. Thank you.